这不刷题干活忙吗？哎，但是因为下雨，现在结果都早还是在实现下周呢。下雨就放假。你真可怜！哎，这没门子的，死光了没有？是的。你指的这是啥爷啊？这不是少爷吗？不是爷爷。啊，该鼓舞噻！屋里的山上下雪了。可以雪的呀。下还雪了已经。走到石鼓山会有雪的，就不能接。啊，这果实冷。那都不能接到了，就下雪的地方呢，我这里天气，我下雪了就能接。大家好，我是大龙。今天下雪了，下雨了也下雪了。我们这边没下雪，但是我们天水市周边有地方下雪了。我们太极镇好像山上也下雪了，反正特别冷。这个雨从昨天晚上10点左右吧，就一直开始下，下的不是特别大，但是就没停过。今天要下整整一天。今年的话雨水也是特别多。现在到了我们中午做饭吃饭的时间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要吃啥饭。下冰雹了，哎，你看，你看这原理是这样。哦，你看，多雨啊，冰雹，冰雹过光下的再娘。天爷啊，下开冰雹了，看到没？打在这个纸板上。白色的这小颗粒看到没有？这就是冰雹。哎，下做完扫都下冰雹。冬季来的时候冷着。这又没下暴雨没咋了，下冰雹的了。活蹦乱跳的冰雹。你看的现在能看到这白色的都是冰雹。哎，下冰雹了。现在脚下没啥有啥整理。下冰雹，饭还是要吃点嘛。到这小小冰雹的再下起来，到这出下呢，它应该没啥影响。那水泥阔阔的。哎呀，大宽吃面就是美。终于下的小了。